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看的是 have 的一些数据类型啊，然后接下来再来看这个 have 的一些函数，好吧？一些函数啊，have 的函数特别特别多。have 的函数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学习函数的时候一个学习方法的问题。比如说，我想学习一个substring 是吧？一个切那个字段的啊，比如说 show tables，我给你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 table access， 那 select sin from table access， 好，比如说啊，我想把这个前面这个域名给截出来是吧？我把每一个域名截出来，那么我可以 select sub str 是吧？然后截哪个字段？要从哪个开始截？从一号开始截，截到哪？看这有多长呗，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截到这行吗？那截多少？哎呀 ，from table access， 当然别的字段你想要是不是可以继续写啊 ？IP 你要拿着，然后什么？对，就这个吧，行吗？走起，是不是截出来了？好，那我们其实这个函数啊，大体的意思大家应该明白，函数就相当于调一个方法，然后函数里面要传什么参数，至于传什么参数是不是根据这个方法来的，像这个方法它就要你传一个字符串，这个只是那个字符串的变量呗，代表着它代表着什么，再跟我说一遍，代表着这个表里面的每一行的这个字段吧，是不是代表着每一行啊？代表每一行，好，那就对每一行的这个字段都去运用这个函数呗，懂意思了吧？好，当我们学个函数的时候，我们有好多函数，如果你在学习的时候，你都要拿一个表来测，是我在这里是用一个表来测的，好慢是吧？如果你这个表特别大，几百万行，你就为了看一个函数是怎么用的，你就查了一遍，是不是等好久啊？那我告诉你。你可以更简单的，我可以不查表里面的数据啊，我查个什么常量嘛，我对一个常量运用一下函数和你对一个变量运用一个函数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吗？但是我对一个常量查是不是很快啊？比如说我想看一下 substring 是怎么用的，那就 select substring， 然后你随便写一个吧， abcdefg 是吧，然后呢第零个渠道，第三个你猜截出来是什么 ABC 还是什么，那我就取个一到三呢，你猜错了，不管零还是一它都是 ABC， 看到吗，是都 ABC 啊，嘿，这是为什么是吧，好奇怪是吧，数据库里面 MySQL 里面和这个 Hive 都一样啊， Hive 当然不是个数据库啊，但是是写 circle 嘛是吧，就是数据库里面这个角标这个字符串这个索引其实是从几开始的，从一开始的，你写个零嘛已经超过了，那它是不是还是从一开始截啊，就这意思哈，就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在学一个函数的时候是不是直接给它一个常量让它去运算就好了，这样更快吧，这是个学习技巧啊，我告诉你了啊，学习技巧就是测试函数，我这里以前是这么搞的，你可以先建一个表，这个表里面只有一个字段，然后你往这个表里面 insert 一条随便一个什么数据是吧，那是不是就可以针对这个表查了啊，你就可以针对这个表查了，只不过有意义吗，没意义啊，抛弃了啊，直接怎么查就可以了，其实直接用常量来测试函数即可，哎，不错不错啊，知道我后面一个字要说什么了，哎，越来越像我的学生了啊，哦，很欣慰啊，直接用常量来测就可以了，好吧，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这里啊，举个例子 ，C， 怎么还给我删掉啊？能不能不删啊 ？Select sub str。
来一个 A B C D E F G， 然后从第一个截三个，不要 from 了呗，就是，可以吧？就不要表了，好吧？然后还告诉大家，就是函数太多太多了，我在课里面是讲不完的。那你要想去查询它的一些函数手册的话，打开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就有它所有的函数。来，我看这个网络速度如何啊？可以的话，走起。那还是不给力啊，还是不给力。下次给我们教室直接接根光线，好吧？那你们用，你们也挡不住你们下载小电影的节奏。这是个小技巧哈。接着我们继续来，就看都有哪些函数啊。我这里讲的这些最常用、最常用的，比如说这个函数非常的常用啊 ，cast 就相当于 Java 里面那个强转。强转什么意思啊？把它从一种类型转到另一种类型嘛，或者相当于 Scala 里面的隐式转换，也是把一种类型转到另一种类型，只不过隐式转换比那个强转强一点。强转是比如说你把一个东西强转到另一个东西，一般来说这个两种类型之间必须有继承关系吧，是吧？有继承关系才行。而隐式转换就是我可以从一种类型转到另一种类型，不用有什么继承关系，那你就得告诉他怎么转。比如说你要把一个 person 转成一个 user 类，在强转里面能转吗？不能转。但是你可以写一个代码告诉他怎么转，我就可以 person 里面的数据拿出来 get 出来 set 到一个什么 user 里面，告诉他是不是他就能帮你转。那我已经给你讲了 Scala 里面又是一个语法的一个精髓了，就是隐式转换。你们学了之后会觉得很困惑，你记住我这句话你就不觉得困惑了。隐式转换就是强转，只不过是你告诉他怎么转，好吧？就你可以写一段代码的告诉他怎么转。好 ,OK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ave 里面的转换哈。那我比如说 cast 里面就是一个类型的值转成什么另一种类型，某一个字段转成另外一种类型，可以吧？当然我这个后面这个 from 还要吗？不要了是吧？直接，因为我这里是不是给了一个常量，你要是给一个字段，那就要 from 一个表了吧。我现在给的这个常量一个5啊50个字符串吧，加了引号嘛。好的，我这个就是把字符串的5转成什么了， int， 对不对？我看它能不能运行啊。 select cast 是这样的，一个字段 as 一种类型吧。那我就把8转成整数，看它能不能成功的转。走起，查出来没有？8，而且这个8应该是个什么类型啊？是个 int 类型，何以见得？你可以这样嘛 ，create table 1 test 吧 ，as 这样行吗？它就会根据你的查询语句建一个什么？建一个表，并且把数据放进去，你看这个表的字段定义是不是知道它是什么类型啊？你觉得这个表里面有几个字段定义？这个表有几个字段？一个字段，因为你这里只有产生一个字段嘛，它就一个字段，而且它的那个什么字段名称叫什么？因为我这里没有写别名，那个字段名称是不是就是0啊？是不是？而且这个字段的类型应该是什么 ？int， 你看一下嘛 ，DSC table test 是不是 0啊 ？int， 看懂了吧？有同学说老师你，我不是说老有同学会混啊。我在这里讲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告诉你这个函数怎么用，是不是这一句话就告诉你这个函数怎么用了？我写这个是为了干嘛？为了验证它是不是真的工作了是吧？这是为了验证它啊。你要听清楚，别走神是吧？咱们现在在搞西红柿炒蛋呢，你走神是不是炒糊了？对吧？你炒糊了哈，你把它当成一件好玩的事儿，好吧？别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好 ，OK， 这就是 select cast 哈，那我还可以 select cast， 比如说我有一个字符串的日期行不行？-09-17，我想把它转成一个 date 类型行吗？我在查询的时候转成 date 可不可以？
都成功了，成功了，那就是这个语法，这个函数就是这么用的，就这个意思啊。还有比如说这个current timestamp，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date 类型是吧？ cast timestamp， current timestamp 其实是一个时间戳，时间戳能不能转成日期啊？能吗？那 current timestamp 我先给你查给你看一下，它是个常量，其实这个玩意是个常量，只不过它有一个代号叫做 current timestamp， 是不是个时间戳啊？看到吗？一个时间戳，这个时间戳是 Java 里面的时间戳， Java 里面是 Java 里面的时间戳是一个长整形是吧？那其实长整形好像这么写的 Unix timestamp， 这是个函数了，这是个函数了是吧？这个函数要参数吗？不要参数呗，它求出来是当前的这个毫秒数是吧？当前相对于哪一天的毫秒数？1970年1月1号0:00.00到目前为止总共有这么多毫秒了，也没多少嘛是吧？几十年了才这么多毫秒是吧？很大了哈，已经好几十年了，好吧 ？OK， 那 OK 啊，这个是一种时间戳，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时间戳啊？只不过这种时间戳是 Have 里面的时间戳，是一个年月日时分秒再加上毫秒，对呢？毫秒、纳秒、微秒。好吧，毫秒、纳秒、微秒。好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要认识它，它其实就是一个常量是吧？它永远代表着当前的时间吧。那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成一个 date？ 那就 select cast 这个玩意儿 current timestamp as 什么 date， 它就变成个日期类型了。查出来是不是就日期了？看到吗？查出来就日期了。哎，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啊，我能不能把这个 Unix 时间戳也转成 date？ 按理说是能转的，就是看它内部有没有实现这个机制，是不是？看它有没有能帮它转。那我们试一下啊。那我要试怎么试？告诉我，我要把这个时间戳转成这种 date 类型 ，select 什么？cast 什么 Unix time stamp 是不是一个值啊？ as date， 只不过它不这么支持呗，是吧？他说你看错误的参数 Unix time stamp cast as date only allows 只支持 date 类型、string 类型或者 time stamp， 就这种类型，它是不是只支持这三种类型的转？这个 Unix 什么 timestamp 它支持吗？它不支持啊，是不是啊？它不支持。但是我们有别的函数啊，待会给你看，有别的函数可以把它直接转成 date 类，有的，好吧？有的。好，好像就这个吧，待会再说吧。来，这个是 cast 啊，那我这里是不是又都是用的常量来转？那我假设真的在一个表里面要去查。那无非就是 select ID， 比如说 cast 的某一个字段呗 ，as date， 然后把这个产生的值取了一个别名嘛，然后还有 cast 这个字段 as float 取了一个这个我就没取别名呗，可以吗？那我给你写着这个数据吧，这个数据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ID birthday 还有 salary 是吧？ID birthday salary， 比如说这个数据是这样的一个一，然后呢一个 birthday 2017，我看2017年才生的，1995年生的是吧？然后5月5号，然后13:30:60，哦好像不对吧，不能这么写是吧？那要么就31分，59秒，对吧？然后他的工资薪水是1200块3毛，好吧？两个人
他的 birthday 是1994年的，好吧，4月5号的。然后他的薪水呢是2200。然后第三个人是1996年的，然后是六一儿童节的，然后是12点20分30秒的，然后他的薪水是8万，啊，8万05毛。假设这个数据，现在我让你查，假设我这个数据进的表是个什么表呢？是一个这样的表，create table fun 是吧？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ID，比如说 string 行吗？然后呢，birthday 是个什么 string？然后一个 salary 是一个 string，然后来一个什么 row format d。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逗号，是我有一个这样的表啊，然后我在查的时候，我在这里做这个事，是不是查的时候就把它的 birthday 变成一个什么，一个 date？哦，有没有把原来这个表的 birthday 变成 date？不是啊，你是把查询出来的数据结果是不是以 date 类型的啊？然后 cost salary 就变成什么了，浮点类型了吧？懂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来给你写一下，我不放心。逗号是吧？逗号，来，造个数据啊，vifun 点 date，然后是不是建一个表呀？建表的语句我都写好了，写在哪里了？在这儿了是吧？最好是在这里粘一下啊，因为那个逗号在 Word 文档里面不一定是那个逗号，引号不一定是那个引号是吧？好，没问题。粘 show tables 是不是有个 table from？然后 select sin from table from，看一下数据。哦，又犯了一个错。load data local inputs root 下的 have test 下的放点 data into table from 拿过来，走起，再来 select 新，有数据了吧？好，比如说我让你查询啊，查询出来之后，我想让你放到一张新的表里面去，我也想让你查出数据出来，放到一张新表里面去，并且把这个数据类型给我改了。原来都是 string 是吧？那我让你 create table from new 是吧？as 什么 select id 我让你把它变成 int 行吗？那就 cast 什么 id as int，然后这个外面是不是取个别名啊？as id 行吗？然后呢 cast。as 第二个字呢是 birthday，那 cast 什么 birthday as date，再来 cast as salary，这个函数里面应该是 salary as for float，然后 from table from，是不是我想让你这样做？好。走起，查完了吧？然后 show tables 是不是有个 table 放 new？那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字段呢？DESC、ID、birthday，还有个什么 salary？ID 是什么类型的？int 的，birthday 是 date 的，salary 呢？load，说明刚才那个函数是不是真的起效果了？对吧？你可以 select sin from table from。六，birthday 是不是没转成啊？birthday 怎么会没转成呢？我这个字符串里面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这个里面是个空格，应该补这个，撤一把是吧？
select cast， 它是吧 ？as date， 测一把呗。哎，我刚才不还转成了吗？我刚才不是老早以前是不是搞了个 cast 这个 as 啊？哦，没有十分秒是吧？没有十分秒，这十分秒我觉得它应该也能转的呀，这怎么会转不了嘞？奇怪了啊，难道是我记错了？冒号啊冒号 and date， 周琦真的转不了是吧？那 OK， 那这只能用什么？只能用日期是吧？那但是有一个函数可以啊，一个 to date 可以啊。好嘞，待会儿我们会看到那个函数的。好，那这里我就是为了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在这里这么测是可以，其实对一个真的数据来做，是不是把这个常量换成一个什么，一个字段名就 OK 了吧？好吧，其实就这样就行了。好，关于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吧。那这个时间函数，我们可以这样做的，就是刚才那边是不是带十分秒的？其实这里有个这样的函数啊，有一个 Unix timestamp， 就是我们刚才给你演示的那个函数，你不带参数的时候，它就取得现在的时间是吧？取得现在的时间。那你要是把它，你要传给它一个字符串，你想把它转成时间，也可以的。那比如说 select Unix timestamp， 给一个字符串，后面给的这个是个什么？是不是给那个时间格式就好了？给那个时间格式，不然的话，他也不知道你这个时间是个什么格式吧？可以吗？好吧，这是一个字符串可以转成时间戳了，字符串可以转成时间戳啊 ，Unix timestamp 就可以啊。好吧，那我们待会儿再看这个啊。好，这是关于类型转换，第二个是关于一些数学运算符，这个比较简单啊。round 是什么？四舍五入吗？就是四舍五入。round 5.4 就等于几？五。你测的时候就取前一段就好了吧？ from 要吗？不要。说五啊，那 round 5.5的，就六，这个好理解吧？这个简直太简单了。好，还有一个这样的啊 ，round 给一个小数，然后这里多了一个参数是吧？那就是什么？保留三位小数，保留三位小数的四舍五入是不是5.135啊？是吧？简单哈，不再给你去一个一个试了。然后这里有一个 CEIL 是什么意思？我好像给你们写过这个单词的，以前 Java 基础的时候 CEIL 就是其实完整的写是这么写的，这什么天花板，就是天花板。 Floor 是什么？地板。那这个是求天花板，求 5.4 的天花板是什么意思？就是 5.4 的最，就取向上取整，是不是向上取整呢？记一个术语叫做向上取整数，向上取整那就是几？六。你可以用这个 CEIL， 也可以用这个啊、哦、这个是不是全写啊？ Ceiling 也是六。还有 floor 求出来是说向下取整，向下就是比它小一点的那个整数吧，那就是五。还是 ABS 呢，那就取绝对值呗。还有 greatest 的呢，取三个字段的最大值，可以吧？取两个字段最大值行吗？来看一下啊，我就取三个字段的最大值是六是吧？我取两个字段是不是也行啊？我取四个字段呢也行是吧？取一个，好，听你的。取一个不行是吧？他报了一个告诉你的 greatest 的这个函数 requires at least two argument， greatest 的函数需要至少两个参数，但是我只拿到了一个，所以他报错了。来，给你记单词啊。
你看你每天看到这些单词都把它记下来，你何愁不会英语 ？Greatest 是吗？最大值是吧？然后呢 ？Require 是吗？需要 ？At least 是什么？至少 ？Argument 参数是吧 ？Got 就是拿到了，取到了是吧？拿到了一个，那就告诉你了，这还有一个 mismatch， 这个也是你不认识的 mismatch， mismatch 什么意思？不匹配，是吧 ？mismatch match 就是 match 是匹配 ，miss 一般就是加上去之后就表示否定了 ，OK 吗？我看待会儿变成讲英语的了，来啊，继续啊，然后还有一个 list， 那是求什么？最小值，没问题吧？求最小值，求多个值中的最小值。注意啊，后面这些 from dual from dual 是不是都不要？啊，都不要啊。好，然后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给你看一下啊，这里一个什么？有一个表。里面有一个 ID， 有一个 name， 有一个工资一，有一个工资二，有一个什么工资三，它有三种工资吧，是吧？一个岗位工资、绩效工资，还有一个什么加班工资，是吧？啊，然后这个也是，然后我想要去求每一个人的什么工资里面的最高的工资。并且我要你求出来之后是个 double 值，那怎么求啊？那就函数嵌套呗。我先把它们变成什么 ？double cost s 一这个字段变 double cost s 二这个字段变 double cost s 三这个字段变成 double， 然后再求这三个值的最大值，是不是 O 了？没问题吧？很简单哈，很简单。好，数学函数里面还有这个运算，求最大值 max 是不是也是求最大值？但是它不一定要你放数字进去啊， max 是不是可以放字符串也行啊？只要是能比大小的它都能求一个，但是这个 max 只要你求一个参数，不要你给多个参数，那它是针对，那跟刚才那个 greatest 有什么区别？ greatest 根据每一行的这三个字段来求吧。max 啊针对一组数据，是不是一组啊？一组数据里面同一个字段在一组里面的最大值，就在多行里面吧，好几行这个里面这一个 age 字段的最大值。但这样一来，那你这个函数是不是就是个聚合函数？聚合函数就得加什么 group by， 但我这里没加，我这里没加，那也行啊。你要是没有加 group by， 它就意味着整个这一个表就是一个组了吧，整个表就是一个组了，那就是求整个表里面年龄最大的，这个是求整个表里面年龄最小的，懂意思了吧？比如说你给加个分组，比如说姓赵的人里面的年龄最大的，那是不是一个 group by， 姓等于赵，是吧？ group by 姓等于赵。或者求男生里面年龄最大的，女生里面年龄最大的，那就 group by 什么 sex 什么，那不就分组了啊？ OK 啊，好，再来，等会我说一下。